哦，录起来做纪念啊，不然下次都会忘记。是哦。对啊。慢交，慢交，你们是今天委屈是不是？明天。明天啊，你们住民宿饭店啊？住景光。哦，景光啊，那很方便啊。订订买买就帮你们送到景光会馆就好了，好。好。先拿起来，先拿起来。黑糖糕，全糖糕。哎，都有啊，全糖花生酥。对，不一样口味，好吃很好。小美好不好吃？好吃，试试看。好吃，它咸甜也好吃。保存期限三天，那是不是那还明天到吗？没有，那个一常温三天啊，你如果放冰箱可以一个礼拜，我吃。咸品，咸品，好甜。好，谢谢。有次才知道，哈，这是第一家的花生酥，待会再拿第二家给你吃。那还在口味里面，现在有人味，因为在后面，我也问在这里。现在有人味。那给你上花生酥。看看大家可以把情况。就上150，它是现金价啊。一百八，就是把它只能拿出上150。知道吗？哈，然后再再减一次，一百三，150的算130，120的算100，外面的100吃不到这么大一包，然后这边1、2、3、4、5、3包200。有在花证书吗？有哈。这样好，谢谢。这家是正义奶蛙先生，然后我们再来吃这家，这样来吃冰。